萨满内战哦，满满的种菜，种到爽吧！我现在可以种到66啊，起手就33了，这样应该是还不错。他应该也是8折，然后软泥怪出洞，谢谢。他有砍，那我也回敬他一刀。来吧，下一只大怪。OK， 牺牲火蛇。不错不错，来个嗜血吧。退化之后还蛮强的，但可是这一只害我不能下怪。有方野兽，所以它是野兽吗？它是野兽，这不错。
这一支的副作用也太强大了吧。青蛙，同样都青蛙五五，他先自杀掉。靠，还给他打回来。我好像下错了。
我的嗜血到底在哪里啊？来了来了，等了好久，然后他剩六，三加三不会溢出。好累的一场，一直在那边等四十，蔡德、疯狗德各半，那我抓蔡德，我抓疯狗德，我抓疯狗德。其实不管哪一个我都不好打，德鲁伊真的是有点克到我。这样子应该是疯狗德。亚萨拉巨印记，两边镜像。靠北，一直都没解到。六加一七，然后我剩八。
这太扯了啦，加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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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没啊？活体法力的话早就放了啊，白痴吗？你的对手离开了。哦，救命丹。救命仙丹，保命符。Yo！ 我先休息一下。我回来了，猎人，还行，一个拆武器，一个一费的手下，抽牌会有点卡。我想象不到法力之潮图腾下下去，他解不掉的情况，他一定解得掉。你的对手离开了。
硬币武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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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硬币武器啦！干，硬币武器也要想那么久。到底在干嘛啊？所以他要下两个手下哦。三分之一的几率，反正不要让他有自杀的机会就好。哎，不对，我刚刚法力不够，所以没有什么三分之一的几率。我场上零攻，他这两只都没办法自杀。这一只会先死，所以这一只就死不了了。干，快一点行不行啊？解不掉的土壤，妈的！他刀应该不会砍掉。
对，我忘了，我忘了，我法槽图腾还在，法术图腾。不过也没有下策。像弄小猫虎斑猫，需要去理他啊。他好喜欢让我拆武器哦。回一个血。撞老鼠，抢攻食物，再打一场，不论输赢就去吃饭。干，我最讨厌打德鲁伊了啦。
起手牌很奇怪。OK， 是一个咆哮德，咆哮德没有武器。连接3D 派系解掉。这边拔爪会亏水晶，但是我不想让他有东西站在场上。但等一下还是三费，还是可以用这个。亚沙拉锯，它是野兽吗？他是野兽，加一加一吧，哇，两个亚沙拉锯，这样应该是要输了。这边其实应该要嗜血，但是我没有嗜血。我没有水晶可以放试试。玉莲印记。操他妈的难打欸，他应该会解到我升级。水，水，哟，拜拜，先打到这里，再来下午或晚上再打。